最新課程期指實戰示範班，由羅 Sir 親身入市示範，真金白銀作實例表演，教你短線炒賣技巧。咁吸引嘅課程，你又點可以錯過呢？12月5日星期一日下晝新班開課啦，快啲嚟網上報名啦！資財 TV 港股走勢話你知，全球七大央行聯手救市，令到美股昨晚嚟講就上升咗490點。再加上銀行方面將個存款保證金就調低了 0.5%， 咁今日港股方面大幅度高開1045點，咁高開之後就無力再上咯，咁喺高位方面裏邊就拉拉腳腳，今日高低波幅嚟講只有183點，實際上波幅唔大嘅，恆指收市價19002點，上升咗1013點，成交方面嚟講都增加咗嘅，到971億。咁現在走勢點樣變化咧？係咪入市時間咧，定係會有機會回翻落嚟咧？好，先睇圖表先。咁今日大市方面嚟講咧，就上升1013點。嗱，講數字方面咧就犀利啦，升幅成1000點嘅幅度。不過咧，好睇咧就唔好食嘅。點解咧？原因就話今日嘅大市方面咧，開市價方面咧19034，但收嚟講咧就19002，即係換句話講，收市咧就低於開市價，低於成32點。所以你見到咧有個陰足。咁同埋呢個高低位嚟講咧，都比較窄，得183點，所以呢度嚟講咧，高開之後咧係冇乜力嘅。都啱嘅，一開嘅階段跟外圍走啦，開完之後咪冇力咯。咁所以現在嚟講咧，就唔可以一日嚟講嘅升幅咧作準嘅。所以現在你話要揀股票買嚟講咧，好多藍籌股方面咧都未到一個突破嘅機會嘅時間。咁你話平均線嚟講好似收窄咗咯，一睇翻數據分析方面嚟講咧，平均線咧係收窄咗往上勾。但係歐個階段嚟講咧，未到破位喎，所以呢度嚟講咧，要等待下噶。咁 MACD 又如何呢 m a c d 嚟講，現在咧，你發覺咧，個主線咧紅色都係零嘅樓下，佢嘅副線嚟講咧都零嘅樓下。換句話講，依家主線零樓下，柱狀圖零嘅樓下，都暫係一個雙紅嘅狀況。要突破咗嚟講咧，先有機會向好。不過突破之中咧，有機會會變雙牛嘅，不過咧要再等多幾日到。咁所以呢度嚟講咧，以數據方面去睇咧，都要等待噶。咁你話睇翻一啲大位方面點樣預啊？會我哋現在嚟講咧，睇翻走勢方面，如果你話想睇大位方面咧，我哋會畫翻啲三角形走勢。啲三角形嘅走勢點樣畫三角形走勢咧？好，將呢度連落去。好，呢一點。好，連呢度。咁呢個叫阻力線。好，將呢個低點連呢個低點。我哋叫呢個叫支持線。現在嚟講咧，大市方面咧，如果睇大位上到邊個叫阻力咧，就呢個嚟噶。我哋等於就話依度畫條垂直線，好呢度呢個交匯點，呢度嚟講大概幾多點咧？圍翻19880點、19880，呢個就我哋嘅阻力點。支持點係幾多咧？大位方面就呢、這個支持點方面咧，就17740點、17740。所以大家預下現在嘅走勢裏邊咧，這個就阻力，這個就支持，係睇大位嘅。咁你話喺平均線走勢線嚟講咧，暫時未到突破，不過咧可以緊貼住留意住先，一到突破嚟講咧先做買賣。不過如果你話計翻 MACD 突破裏邊咧，我哋入市都可以，不過入嘅狀況咧唔好太多，因為始終嚟講咧呢度好快有阻力嘅，我哋寧願到入嘅狀況咧入些少，到呢度破咗之後啦，再入翻另外嘅其餘一半。咁樣做法嚟講咧就傾向於穩陣啲嘅。咁有時做買賣嚟講，現在咧唔可以一日作準，要睇多2-3日先到作準噶。今日股市嚟講咧，升幅咧降千點。有人話做期指買賣嚟講，揸咗貨咪好咯，沽咗貨就弊咯。係啊，有時過夜方面咧危險性大啲，所以現在嚟講咧，短手咧係著數嘅。咁我有個班，下個禮拜一，依個係期指現場實戰嘅示範班，我自己本身咧會入市俾你睇噶，點樣做啲短手買賣。現在嚟講咧係做短手適宜啲添噶。好，明天再見，拜拜。